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今天我上的是台湾史解码哈，台湾史的解码这样，码是敢知影？够人知影遐个解码？码是什么？密码？哎，对啊，密码。你较早有买过个 DVD 无？你若买唔对，有一本买回来，伫台湾都无法度看，还是伫美国买，爱都要解码器对吧？你无解码器看无，区码不同嘛哈，啊你要重新设定才看得到，一样解码。台湾史那无甲你解码，你看无？因为你过去拢用一套互你，啊，我慢慢今仔日就专门是讲解码器这件代志哈。哎，啊，恁都即马开始看这图，看有诶人甲我讲，即把图看有诶人正甲我讲，看有伫微信诶，来尽快就坐，来看一下这张图，看得懂的人举手。看有诶，看有捌诶，你甲我讲，即把是啥物件？顶管迄拢无准啊吼，顶管迄写拢无，我讲诶，哎，这下看有无？我来讲吼，这一幅画是1907-06年的时候画，1906年迄阵画的，就是你的阿公还是阿伯，其中你那阿祖迄阵画的图，有先进吼，比恁早要讲百几年的人画，来，来后面到的请尽快就坐。就坐以后，赶快看那个张图，看有无？这张图看得懂吗？来下一张，台生帮我换下一张。来，啊，这张看得懂吗？等一下啊、哦，看不懂的举手。来放下来，看得懂的举手。我阿伯举手一下。又是老问题，哎、欸，好，请放下。牙臼就是代表互动，我在那下人看有，下人看无啊，下人对不？只有两种情况，看有跟看无两关选择嘛，无第三种嘛，对不？哎、欸，再来一届，看有的牙臼，啊，看无的牙臼。好、哦啊，我问看无的哦，看有的我不问哦，看无的啊，请问讲，这内底叠花画迄个飞机啊？啊！你有看有啊？我讲这是飞机啊，唔是？你讲唔是啊？就表示讲你看有啊。啊啊！对，啊有人讲吼，有目睭嘛，有鼻有嘴嘛，对不？而且这画查甫呀，查甫啊！你讲，你不是看得更清楚吗？那看有嘛？我还要问我，你怎样是查甫？啊，佮怎样是贵人？啊，对啊，一两三时块，你佮我算。看有啦，不要搞，不要乱讲说看无，看有，只是你看的跟你平常过去看的无同款嘛。你过去拢看啥？下一张，恁过去拢看即款在看有嘛，对不？啊，笑是啥物意思？拢无情商遐。来，上一张，上一张，这张是皮卡索画啦，1907年啦，在座无1907年出世的嘛，对不？1907是你老爸老母，也无你阿公阿嬷出世的时间，也无你阿祖的时间嘛。迄阵人已经为安尼啦。啊，表示啥？你们的艺术欣赏水准倒退百几年哦、喔，不止百几年哦、喔，200年、300年拢有哦、喔。因为你都只下一张、第三张看的是1700多少年呢？你敢样看我办1700多少年的图啊？啊，1900多少年你有看无啊？过去的无就跟教育啊，我没有这个教育嘛。还下一张。那我就把三个放在一起，哦，啊，怎么去解读？这是1900多少年的人为啊？你起码看我，你想办法去解读，怎么去解读？一部分已经看有啊嘛，对不？有查甫有贵的人拢看有啊嘛，啊，这张就完全看无嘛。好，那我给一个解码器，
有上过艺术史的举手啊，不不，艺术史对。上个礼拜有来上我的课的举手，有吗？那就是艺术史，下请放下，那就是艺术史课，我就讲怎么看嘛哈，立体画派嘛哈。不会啊，刚讲了谁啊那年，安尼是不会啊，是嘛？安尼嘛是不会啊嘛？刚一定啊都要安尼看，不一定嘛？哦，每一个角度那样看，人嘛是同款嘛？你不是讲安尼看我嘛？安尼嘛是我嘛？都顶端靠对下看拢同款嘛？所以，艺术家在1907年已经想讲，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同一块物件，啊，就产生这块画派。啊，这哪个 push to the limit 就是做到极限的话的变这块呢？啊，你知影哦？角度更加的诡异啊！你有看无相符啊？但是哈、哦，这表示什么？不同的系统嘛，看东西的系统嘛。你哪造一个系统的世界下呢？啊，这个系统下呢，对吧？没错嘛，在不同系统里面看事情的方法嘛，它换来换去嘛，对吧？啊，但是哈、哦，每一个系统都有什么固定的风格，对吧？你别讲，我甲即阵的画法南美即个内底，还是南美即个内底买欧贝兰嘛？每一个系统主头到尾拢同款，对不？你别写，别即讲写实啊，这个都立体画派，这不是抽象哦。这个还不叫抽象，这叫立体画派，也是写实，只是以角度不一样。哦，这三幅画都不同的系统，但是它每一幅画独立 ，single out 拿出来看，是一个一致性的系统在里面走的。哦 ，consistency， 你要知道那个字，每一幅画都有本身的一致性，如果没有一致性，就如下一张作品。来，我们看下一张。哎，潘姐，下一张照片，我好像有一张拼贴的那一张，那个台生帮我给拼贴那一张。哎，对，哇，啊，这就奇怪了，对吧？一下又抽象，啊，一下又是立体画派，一下又写，这款图你看不完嘛，灰去了嘛，因为它在一个系统里面，一张画里面，下面系统都有染遮灰啊，哦，这种起码台湾人的情况哦，灰去了哦，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系统在我们头脑里面转哦，来，没进入我来讲另外一些系统，回到上一张。啊、再下一张哈，拍谁？这里面有一个两个英文单字哈 ，consistency， 也叫 integrity。consistency， 我今麦讲的法则哈，我们是 DF 讲法律的那个法则。哦，我讲的一个是普世皆准的原则 ，Hozog 法则。比如说万有引力，我不管到哪个星球，只要在这个宇宙里面，都赶快。有相当的质量就会产生引力，叫万有引力，放诸宇宙皆准的标准叫做法则。啊，这些法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让人都在遵守的，它也属于自然律的一种，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性。下面叫做不一致，我先来讲，下面叫不一致。比如讲，我今麦穿衫穿安尼西装，下下我来穿一双衬托，迄个不一致，对吧？不同系统嘛，我甲染做伙，啊，不一致的人弄成笑笑的，对吧？怪怪人在那里嘛哈，啊不，我的车速一下飙200，一下掉到20，一下就50，啊我的外心跳一下，早一分钟前200下，现在心跳变成十几下，啊心脏有问题嘛，静雄没安那嘛，所以在这个自然界来对，不管自然界人的系统，都是去学自然界的系统，也要保持什么一致性嘛。第二，咱的一个统治范围里面，它的法律都是怎么样一致性嘛。啊，放诸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要一样嘛，任何一个国家拢是安尼嘛，国家拢是安尼。我就别来讲，我台北的法律跟高雄无同款，台中跟台东无同款，袂使安尼嘛。哦，你咱跟美国袂同款啦，因为迄无同款系统啊。但是伫台湾这系统，还是讲伫美国的系统，伫内底拢同款，就要一致性嘛。安尼听有啊吼？啊，另外一个叫做 integrity。一致性是针对行为，啊 ，integrity 是根据人的个，他的 personality， 他这个人格是不是有行为的一致性？我讲的跟我做的都一致，就叫做 integrity。中文我唔知咩翻哪，就是讲表里一致。哦，啊，你未介入管的人，譬如讲我是村落内底上大诶，是张乐，啊，你我介人我做代志安怎一致性？我未使对这个。较好对伊个歹，安尼我就不公平。我不公平，我这位就坐袂掉嘛，对吧？因为你在高位的人，你一定要什么
做事情要 consistent， 你的标准都要一致。一个人在有人替人敲台机嘛，对吧？你为路管的路都要做台机一致性。啊，我们就是针对美国这个系统里面怎么样，它的法律的一致性，那个在我都搞过。路多的国家产比讲，你要做老多啊，你对每一个国家你都要用同样的标准啊，不然他没得通敌这世界哦，人家不会听他讲话哦。美国如果一致的话，一公人权，一个细轨让他公人权；一哪边公民主，细轨让他推行民主；一哪边公法律，细轨让他公法律；一哪公国际法、战争法，全世界都要运用同样的原则嘛。啊，有一件代志，想出来，咱会去告美国，这个趣味啊嘛。英文叫做 jurisdiction， 因为我们是在他管辖底下，你才会。告讲中国人招美国去告美国人，不好啊！你外国人啊，不在我的 jurisdiction， 不在我管辖以下，你袂使搞我管，不你无法度搞我告，我无要插你啊！你也不是外人啊！啊，台湾人会当去告，这件代志已经不得了了，表示什么？表示你归他管。哦，你们要讲话可以在后面，没有关系，我欢迎你们在后面讲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一定要 pay attention。专心听哦，要不然一下 miss 掉。比如说刚才有些人晚来，你就不晓得你有啥拢无，我底下讲啥啊？因为我前面是一个一环扣一环扣一环在讲的哈。我对起来讲掉，当然让你去告一点不得了，表示你是归他管。你当跳过中华民国去告美国，表示啥？比中华给后边就更加大啊，叫做美国。伊这是真正的官滥，伊透过一个治理当局来官滥。啊，咱讲。第二卡无法度套白，我直接告过顶管，他就告赢啊，对吧？啊，所以咱基本上都在逼他执行这件事情。啊，美国就是因为他的国格有一个什么 integrity 表里一致，一再咱在放心相信，讲美国一定会登来关这件代志。哦，啊，伊那在这里他出差错了，不一致了，不是国家告阿伯的伊个咧 credit 啊，他的信用都落来啊。对吧？啊，也别去迫害自己的信用嘛。一个国家那么大，那也去开这个玩笑，不会开这个玩笑嘛。所以一定会去执行。你有看美国从以过去到现在为止，他会想办法在你只要你不要先出来都不当都算了。你一旦先出来的话，他一定会去执行。你只要把法律的事情放在他前面，他会俯首认罪。哦，这有趣哦。美国像中国人用凹的哦。不会说谎话哦，他真理出来的时候，美国他是尊重真理的哦，他在真理下面他就乖乖的哦，都掂起来，因为他们总统都是按着什么圣经嘛，圣经就是上神的话嘛，一个绝对宇宙万物主宰定的标准，自然界的标准。啊，越歪理为国家哈，越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你记得这样子哈，有一个原则，越同。阶级越高的国家，越把神放在观念里面，放在他制定法律的背后的里面。越不入流的国家，越不把神放在眼里。比如说，以旧爱公讲，人定胜天呐、啊。过去国民党只爱讲一句，对吧？伊就是被凹嘛，所以他会讲人定胜天，不把法律当法律，讲我的才是法律嘛。要不然就是用人取代神的位置嘛。哦，越不入流国家入安内啊，所以也法律就没有 consistency 嘛，因为人去想的，没想就交转的嘛，没就交逼的嘛。啊，你哪回到自然界的法律，神的法律来对，我们去模仿它，至少虽然说不能完美，但是至少有这个样子在嘛。所以，越伟大的帝国，越是会用自然界的法则、神的法律来建立它的权威的基础，不会把它权威基础建立在。人的标准上面，因为人不完全嘛，法律不能不完全嘛，所以他会想办法从神里面去找这个完全，去仿效这个大自然法律。了解哈，下一章，再下一章，来谁 ？OK， 今麦过去啊，咱今麦有一个代志哦，我拄只看图对不对？写实主义进到什么立体化派，本来叫做 realism， 今麦遭到 cubism， 本来是单一观点。进到多角度观点，对吧？这个图很简单嘛，来看有哈，它叫做 paradigm shift， 观点改变，世界你看到的世界就改变了，没有错吧？
你的观点改变，你看到世界改变。过去咱那个你那一阵，我看的世界不会离开我们那条街嘛。咱细汉迄阵看的不会离开咱的村落嘛，袂去看隔壁争蝶创啥嘛，因为你看袂到嘛。因为你讲细汉，你那爸母安尼带来带去，顶多是恁到一条街行来行去尔。啊，慢慢大汉啊，出去外口读册，哦，你看到另外一个城市，讲你走来台北啊，是去台东去倒遐去读册，你愈看愈大嘛。啊，大学毕业了，出国了，哦，看到世界啊，对不？四国去旅行，啊，你愈看你的世界都不一样，你的世界就不一样了。你以为的世界以前跟人爹抓定完下来嘛？你的国民党通地来对你的历史观啥？课本下来嘛？啊，衣冠你唔知嘛？啊，你想讲迄是假的，啊，你就想讲，所以你伫较早写诗的观点，恁拄只看到我互你的图，你看一下，你讲看无啦？那我看无，我慢慢解开来，你就看得懂了，对不对？看无没有错，因为你用过去的过去的观点来看待时阵，当然嘛看无。但是你换一个观点了，你都看有白啦，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下一张，哇，这是什么？不同的系统一直在换哦。我还讲这右边的系统，本来台湾是部落形式 ，Formosa， 对吧？咱较早过去拢无人伫管，咱只几啊万年啊，哦，住在这个土地顶，已经六万年、五万年的人住在这边，台湾人哦，咱的祖先住在这几啊万年啊。啊，迄阵过去无一个国家，所以拢是部落存在。啊，慢慢倒倒来，荷兰人来，日本人来，啊，到尾啊，清朝人殖民啊，哦，啊，就开始起城起庙，哦，啊，来抽税、贪污，啊，就是几摆，对不？迄阵大清系统伊就讲，用姓氏、语言、宗教、教育来改变台湾人。野人来，伊就带着他的宗教，叫你拜野神。过去无即个什么，你即马拜拢无，咱台湾即马民间宗教信仰拢唔是啦，拢是外来的，拢对支那迄个所在来的宗教。哦，你的姓氏你本来嘛无姓，你知咱本来姓啥？老爸甲阿公的名叫做你的姓，对吧 ？Peter John Rock，Peter 是你阿公，阿公 John 是爸爸的 Peter John， 啊你叫做石头，啊你叫啥？啊，叫做水的话 ，John Rock Water， 啊，多安尼了解吼。印度人，这不是讲咱台湾用这套吼，真济较早迄个 tribal 的，就是部落形式的民族都是这样子。包括印度到今天为止还够是安尼。哦，你的姓是从父亲跟阿公的名字 Q 来作用的。啊，为什么只有三代？一直平均寿命无几岁啦。你会当个财产堆个三代就差不多啊，哦。会知影吼，啊，过来殖民地，印度往这来，啊，殖民了，你想讲这个系统才是对的，你渐渐你就走去伊的系统内底去，往中国人的思想去想代志啊，哦，这叫做汉化的台湾人，所以咱内底无所谓的最多要来的中国来的无啦，迄是真侪咱北部族甲高山族想讲家己是。我也可以换一个墓碑啊，我也可以换一个名字啊。如果我是统治者，我就叫你换名字、换姓啊。这个你慢慢听我讲，我会一步一步讲到，你就了解了，好不好？下课我回答你，好不好？这个哈，慢慢后来怎么样？马关什么？清朝跟中国甲午战争，怕牙料怎么样？日本的血统几百，对吧？日本血统不是把你当殖民地，他有一个企图是把你变成领土。所以以血统击败啊，对吧？但是这个血统，咱过去的血统是啥？暂时性的击败，各位出去，击败，各位出去。等日本，你一旦变成他的领土以后，就是 permanent， 就是永久性的，一定属的日本的领土啊，领土啊，无再条界啦。你已经是进入永久性的改变了。哦，那这日本的系统几百一定是哦。啊，你讲唔是啊？啊，即马即中华国诶，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安怎？我来讲，迄是因为咱战败。你即个系统较早足强诶，啊，甲美国相拍，啊，拍了拍输了，你呐？美国讲，你即款系统遐强，我阁留你伫遮还得了？啊，拜美国来讲是一个威胁，对吧？所以他要怎么样破坏你的系统？啊，怎么破坏？
啊，叫迄三流的啊，叫迄三流的来给你管啊，落后的人给你管啊，所以你一个大日本帝国来建构一个很强的系统啊，我想总讲以末流的啊，伊连连中国都拍袂赢输去的人嘛，所以他是被淘汰的系统入来台湾，所以过去咱台湾人本来是水准真高，拄到即款落寞啊，真低产出的连自来水啥拢唔知道的系统入来。给咱糟蹋的呀，我们被糟蹋了三代四代，变个今麦台湾人。本来咱较早跟日本是会比拼的哦，日本人徛咱边啊，咱就称兄道弟啊。今麦嘞，叫做个糟蹋个，想讲家己中国人啊，遭越南叫用拍，对吧？你讲的冤枉加冤枉，啊，那个明明都唔是个怪嘢名，啊，叫用拍，活该，对吧？啊，对一个挂白宫，我是台湾人，啊，今麦变做中国人偷偷挂咱的白宫，伊嘛是台湾人，没开没笑哈。来，因就是用语言教育，语言一开始就给他改，对吧？用教育，用宗教，用姓氏，啊，最重要是媒体呢，媒体给你控制呢。那现在大部分人，你得到的知识透过哪里？离开学校以后透过哪里？媒体嘛，报章、杂志、平面的或者电视的，那靠这嘛。黑五共的是有存在，他一波共的不存在，干不起来呢。所以你的教育已经都媒体来控制，你们是受媒体操纵的一群人，对吧？好，刚才来家不是啦，你今晚切开下一张，今晚怎样很痛啊？哈，本来我就算换成文字，统治系统转换，叫做 paradigm shift。贵体这是物理学的名词啦，是讲以前的那个量子物理，嘿，麦共，我共这的呵啊 ，Formosa 系统、部落形式、地太小系统不相干啊。到日本系统的时候，帝国扩张系统。每一间合众国系统破坏先前系统，使之不发生作用。支那国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系统，还有一个流亡中华民国系统，对吧？系统的内部对象是被统治的人民，在思想上以特定的史观掌控历史的解释权，这样，给你编一套历史，给你讲安那看历史的，啊，你是啥人？为目的是什么？维系统治的资格，以史观来建构法律规范。啊，其他我不讲啊。好，企图 OK， 用这系统，不光是系统进来，本来应该走，他也不要，他想落地生根，所以怎么样？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上面从事破坏，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系统。OK， 一企图被安内啊，你怎么证明这系统有问题？贴出去看就知啊，一拿出去就知道他有没有问题。你如果在他系统里面来的，你想讲啊，就躲起安内啊，弄丢啊。因为你是在他的系统里面，你怎么跳出来？今天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下一张 OK， 史观很重要哦。这是什么观点？你怎么看待我们的世界？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physical reality， 真实世界，我们让它看世界、哦、你怎么看到外面真实的你望得到的世界，先去看。另外一个是什么 historical reality， 历史上的事实，你先去看，牵扯到一个史观。下一张 ，OK， 事实 event 叫做待机哈，刚才几个情况呀，对不对？事件只有一个嘛，但是一旦诉诸语言文字来描述的时候，就会采取某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史观呐、啊，哦，啊，史观他写的时候都会怎么样？会有一致性啊、哦，所以。无法透过系统里的一致性来检视整个系统是否有错误。你伫国民党嘅系统内底无法多来看，所以你听到民进党嘅系统嘅时候，你会惊一下嘛？但是真侪人往下用国民党嘅系统来挑战你嘛？那怎么会对呢？他的系统是一个 close environment， 是关在里面的。啊，你用这来反驳、来求证民政府的系统是高过他一层的嘛？对吧？我们是放诸全世界皆准的内容嘛。好，我慢慢再讲哈。所有被学的哈，所以 perception or point of view 就是观点，所以史观非常重要。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哦。没有开玩笑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上课，所有讲师在这上课在做什么事情？改变你们的观点，透过什么？是观念上的改变，让你行为最后改变，最后你的命运也跟着改变呢、啊。
所以我们是我不需要去画一个大饼叫你去诉求，我们只告诉你历史上的事实，已经发生的事件文件，你看啊，你们自己去下判断，头脑清楚的下判断就会了、哦、下一章啊，过去支那史官他其实都有几个 motive 动机在后面，我们怎么看、哦、来，他有包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啊，过去是掩盖过去的罪行，罪信这个字是犯罪、哦、来，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占领期间、哦、比如说他过去很简单来说，他在过去、之前不是有一个人说啊，240几人几万人算不是什么，是不是他这句话说对不对，他讲对，为什么他是支那人啊，你如果认为对，你就挑他的观点来在想事情，在中国没有错，死个几万人没什么，因几干的西人啊，他们不把人当人看啊，青菜我被抬狼啊，所以用支那人而且是过去的支那人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啊、对吧，啊，你台湾人你如果去相信你这系统，你就变支那人去啊，啊，你有想说二百叫人台下这人不算什么，但是在台湾的人每一个人都秀苗苗，对不对，日本人跟我们通敌一尊做户口成本啊，你是谁人生你生谁人记录的清清楚楚，不让你青菜抬狼，但是中国那时候是相当落后的系统，青菜后面乱抬狼嘛，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视万民如草芥，对吧，青菜可以挂来嘛，是啊，啊，因就是安尼系统的人，伊当然讲这款话啊。啊，你若真正去认同，我拍摄吼，咱真侪小孩子去认同他的系统，真正想讲无啥嘞。这不危险，这严重到什么这种程度？你敢知？所以，咱宁可放掉一千个，也不要错杀一个。因为系统，我宁可错杀一千个，也不要放走一个。哎，不同的观念哦，你形成出来的体系、法律系统，拢会无同款哦，哦。所以这演目的是什么？他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因为他杀人了嘛，一定价是违反合理的方式来逮台，用不合理的方式逮台湾人嘛，给人设计嘛，给人的精英一块一大块的精英都逮掉掉嘛，一起犯罪呢。但是他要掩盖，都是安怎？用你的史观给你扭曲，和你怎样讲啊？这不行啊！啊，反正一个政权起来都会做这种事情啊，你就降低你的心防啊，你还认同中国系统？你变丢个人去啊，对吧，了解齁、哦。第二个 ,motives, 比如说什么一进来史官齁、哦。比如说一刚才跟你讲讲讲开罗宣言不要来讲旧金山合约。他选择性的讲历史，对吧，目的是什么，要跟你设计，要设计台湾人，叫你去算计啊，对吧，要跟你设计台湾人，最后怎么样，被来夹起来嘛，对不对？他给你这个史观，最后你认同我是中华民国人，在这边就地合法化，哎，他们就得到利益了哦。还有一个 self interest 当下的利益，哦，今麦中国被人跑，让经济被顾不起，所以你都要交集，所以你要抽税，哇，这钱都开遐，中间的投中保市场当下的利益嘛，一攻击头的观点，他会马上获得利益嘛，所以一今麦整套的支那史观。就是有这三个动机，你回去检视。我今天简单的讲，史观非常重要，观点会影响立场，立场会左右选择，选择会采取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哎，赶快物件甲恁边仔人讲，伊甲你反对也是走的，差不多是采取另外一个史观的人，就清楚。啊，是啊，因都无一个真嘛，他是为了目的去制造出来的系统。好啦、欸、真正如果从头到尾是假的话，也就是最可怕的历史就是参加真的假蓝社会，所以说 啊这都无影呢，但是对不对，真正的钞票假钞给你一看就叫假钞，这种钞票可以骗人吗？不可以嘛，你一定是 99% 像 1% 不像才叫假钞嘛，了解吧，他历史要编的好像真的一样给你听、哦、来下一张麻烦。所以今天要帮助什么？帮助台湾人从支那系统走出来，那就慢慢建构哦。你怎么判断？那台湾人看到这么多的讯息，跌跌淘金，你怎么去 judge, make decision, discernment, 英文一个 discernment, 分辨对错是非的能力。好，现在就给你哦。哦，如何建立相对客观的史观啊、哦？
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给每一件你看到的事情给正当的 priority 叫什么？先后顺序啦，高低顺序啦，大小顺序啦，你在怎样怎么判断 ？Perspective 就是你才有什么 ？Perspective 叫什么 ？Perspective 叫做景深，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景深。下一张。啊，就是这样子嘛。正常的，大坑哦，丢一尊，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啊，如果都一样大呢，你就看不到景深啊。你这个东西就平的啊，就灰给啊嘛。历史被你这样搞就灰给啊嘛。啊，有的人还更糟糕，强调部分特定的历史，比如说伊讲来讲中国，郑成功占台湾，结果台湾一共的台湾只有这么一小块，台南市周围。一个郑成功占台湾，那就很好笑。我待会会跟你越讲越多哈。阿里课本翻开来就好了嘛，多少一大块都是中国历史嘛。啊，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课你拿出来看嘛，有多少是国文、中文？他们讲国文，北京语的历史的课本都、就是别个练嘛，跟你那一直的洗脑嘛。你 AIT 怎么他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代理的政权在台湾毁掉我们的母语？给你移植另外一个语言，我都在讲，这是他语言系统被换掉，语言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嘛，把语言换掉了嘛，你现在用北京语在讲话嘛，在思考嘛，啊，你得到讯息一定是北京语的讯息嘛，你英语都不要嘛，所以这个系统以外的讯息你得不到嘛，你只能在系统，啊，这系统已经套好招的，啊，你就一直在里面被骗嘛，看他修嘛修不嘛，哎，对，嘿，以后再咱导导来算，即马阁无遐紧吼，来一步一步来吼。我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吼，德国有战俘营，哦，战俘营是什么？来对管下人，战俘啊是下人，哪一国的人被？不是啦，那个叫集中营啦。战俘营是跟他打仗的对立，比如说美国盟军嘛，盟军美国英国人啊那。去用抓到就关在战俘营嘛，对吧？那他战俘的营的外面通常都是放什么钢哨嘛，怕什么？怕战俘跑出来嘛，对不对？是不是啦？大家困起啊，好啦啊！可是，在德国这集中营例外，那堆战俘才不要跑出去嘞！你知道为什么？德国为了要保持里面吼是。合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哦，你这战俘每天至少吃三餐，晚上还要加一顿宵夜，哦啊，所以他做样本嘛，住在里面其实不错啊。外面德国人很惨呢，没物资啊，弄去烧台啊，啊，所以讲德国人话靠无他讲，你也照嘴你也要死，所以德国人想办法工在里面工作啊，工作的时候顺便偷几块家的物件偷出来，啊，偷摕出来给外面家里的家人吃嘛，对不对？所以。设钢哨的目的是什么？是防止德国人进去偷东西拿出来嘛？了解了吗？哦，好啦，那这边有一个警卫，啊，每天就做一件事情，都袋子打开，干嘛？不，没有下一个袋子打开，看一看，没有下一个，每天做一样的事，怎样检查有没有食物啊？结果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在里面工作，啊，每天这样子看他，他袋子打开，一嘛是空空的出去啊，还讲，咱这绝大汉的嘞。我说唔知影你的款，你做啥会爱偷的物件？那有可能，我每一届给你检查拢空空的，其中必有诈。啊，迄小朋友，伊同学就讲，咱好朋友吼，你莫甲人讲哦，哦，我讲，啊不，我就会告诉你啦。讲好啊，我袂甲人讲，你甲我讲，还是你到底偷啥物件？我讲我偷的就是袋子，知影无？一个帆布袋起码卖几万，千几块对不？一个月来30粒、30万块，去买食物煞袂晓，对吧？啊，你台湾人都按着去买去啊啦，听得懂吗？因为你只注意观察你要找的东西啊，东西以外的东西你都看不见嘛，对不对？没错吧？啊，袋子偷袋子煞袂晒，啊，你要检查就是空空的啊，啊，都出去啊，对吧？理所当然，大大方方从营门口走出去嘛，带着你的猎物就出去了。啊，台湾人嘛是安尼啊，叫你去投票，啊，到尾啊，规官拢叫掠走啊，就是安尼啊。啊，你每天就去看那个数字啊，啊，现在谁当选差几票，哇，心里上上下下，对吧？啊，结果规官拢去提起来，就对台湾人啊。啊，我问你，那个刚哨的那个警卫为什么只看袋子里面的东西？
因为命令嘛。他长官一定跟他讲，检查袋子里面的东西。跟我讲，袋子一起检查是不是他的？没啊。他有没有检查说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空手，还是带袋子进来出去？没有啊，他只设进出去，不是，我的关进来嘛，只管出去嘛。所以你现在台湾人思考所想的事情也是被设计好，被命令叫你去想什么就想什么，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来加的不一样的声音啊，你说诶阿弥进入你的贡献啊，你看我夹起来对吧，啊出去都不可能够我们骗了齁，下一张。好啦，第一集的证据 ,A 级 ,B 级 ,C 级 ,D 级。A 级什么科学证据哦。哦，比如说基本的逻辑推论，我现在时间有限所以我跳了哦。化学证据氧化哦。碳十四半衰期啊，生物证据是 DNA 齁，这是科学第一级，第一级的出来，第二级就要退掉。第二级是什么？比如相对客观的，比如说 historical document， 这个还是 document， 还是说历史事件记录是在后面哦。document 是文献哦，文献是 official 官方，大家讲好立下约的那种东西齁，在这一级啊，再来 archive 语言考古文字记载，一级越来越卡。啊，你讲他中华民国现在历史黑高价啦，主观的，越上面越客观，你没办法否定。啊，你知齁，当你的一个讯息来你这里的时候，你要下一个判断，它是 A 级证据还是 B 级、C 级、D 级。A 级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它放很高的位置，把其他的排掉。啊，你要看齁，先后顺序看清楚，你才会有判断能力。下一张，好，再下一张。我现在今天不讲这么多，来，再走。麻烦你下一张 ，OK， 讲这个。我刚才讲的 A 级证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 DNA？ 因为现在哈，那你 DNA 越来越发达了，所以你用口腔里面哈，用一个棉花棒刮一下哈，你就可以把你的 DNA 抓到。他马上一个礼拜之内会告诉你是哪一种人。国家地理杂志 ，Hogia 嘛哈，他现在针对全世界抽样70万个样本空间，70万个哦。全世界抽样，那我们的 DNA 在传，好，我们在传宗接代的时候，我们 DNA 会做一个动作叫复制。复制的过程当中会有误差，误差的话产生变异细胞，变异细胞的话就记录在所有你生下来的后代里面，同一个变异哦，所以你的后代都有 carry， 就带着同样的变异细胞，你就可以证明说，哦，我都是那个老爸生，我都是那个阿公生，就这样可以追出来。所以他就慢慢把所有的人类的迁徙图切出来，迁徙图是 migration， moving around， 狼是对都要来的，到尾啊，狼，咱所有的人类对都要来，你要看这图呗，对都要来，非洲嘛，西非这东非这边嘛，最后哦，人类的祖先是从这边来，所有人类哦，啊，咱较有兴趣，可能是讲台湾狼对都要来对吧？来，叫一个 M174， 有一个路径，做到。埃及南部、非洲南部、印度南部，走到什么？哦，这里是印尼、马来西亚这边，然后再走到什么？上来到台湾，跟日本，啊，跟韩国，这几个所谓的支那地区嘛，对不对？中原地区嘛。啊，中原这地区有什么？有从印度上来的，有蒙古下来，有西藏，有没有？哦，从南方上来的动物嘞。所以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啊，对啊。没有错啊，而且很不溜嘛。啊，谁是谁的祖先？韩国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你就起对吧？你们就这些韩国人，韩国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啊，日本人是韩国人的祖先。啊，台湾人是日本的祖先，对吧？啊，印尼人是咱的祖先，非洲人是我们的祖先。这样会看的吗？6万年前咱到家，啊，之后我们就没有跟外界接触了、啊，那老在岛上面呢、啊。这是 DNA 的证据，这不好多好笑，不是让你青菜供，不是。因共也是用编的文化上的历史，咱今麦够科学证据 DNA 证明你是什么人，所以咱这偷土地上你是，哎，国刷做人，你要很骄傲哦，你不跟人拦给哦，你内底血是叫纯的哦，纯种的，咱是中国人祖先哦，数典万祖的这批中国人哦，搁要徛在那祖先的头上哦，对这顶人哦，你讲你是对遐来的，是吗？我们看 DNA 啊，你刚才讲墓碑我较抓，咱看来是 DNA 啊，第一级的证据啊，往下级也拢不好啦，没有用啦。所以那时候 ，Dr. Spencer 这个计划的主持人讲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伟大的历史书记载在我们的什么 DNA 里面啊，记在我们血液里面的 DNA 里面，不然都骗人哎，不再都要跟人骗的啦。人类的历史的 DNA 就写得清清楚楚的嘛，你不要用文化，不要用编故事、假装的历史来骗我们，公文队都要来写，你身上流的血就告诉你是什么人，清楚了吧？够清楚了，这没什么话好讲了，对不对？谁才是纯种，谁才是祖先，对吧？可以，你上网打 Genography Project 国家地理杂志，清清楚楚，到处都有。这我没办法编的啦，哦，我也不太搞。下一张，哦，它还有 migration 的时间表哦，什么时候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哪里，几万年前，这里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一万，看颜色。所以中国黑棋几千年算什么？那就得讲六万年、五万年、四万年。资料呢，所以气柜给它剔除啊，拜这储量跳跳起来，得给它做考古呢，把我们的祖先抓出来呢，证明我们的这个脉络，这个几万年的戏是怎么流的嘛？下一张，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啊？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哎，你们有没有知道谁什么叫星期五？有没有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人知道？没人知哦，你们都很没有看小说，有没有看？文豪写的东西，《鲁滨孙漂流记》啊，有没有听过？鲁滨孙就是一个北狼啊，船难啊，搁浅了，就在一个荒岛上面，啊，把船上剩下的东西都砌一根树上砌一根厝，住在顶管，啊，无外久了，拄着当地一个人，乌人出来啊，讲，诶，你叫什么名字？啊，就个好名，讲，啊，我礼拜五拄着你，啊，你就叫礼拜五好了啦，对吧？我拜五看到你嘛，啊，你就叫拜五好啦，安尼。哎，这是不是很好笑？应该是这个黑人跟他取名字嘛，黑人不来多爱家嘛。你北凉是熊熊照来，我应该我礼拜五对的，你叫做礼拜五，这个白人史观嘛，用北凉的观点来看代志嘛，没错吧？应该是欧人替北凉好名，不是北凉替欧人好名嘛。所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不是啊，老早迄个土地顶管有大人啊，对不？没错吧？是嘛？哈。这个很简单，所以台湾叫什么名？敢叫台湾？母亲的名敢叫台湾？不是呢，敢叫佛摩萨？嘛不是呢，母亲的名叫啥？无名啦。一块土地上面啊，从来没有跟人家互动，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字？你也没离开这个岛啊。印第安人干美工，我叫印第安人，不需要嘛，也不能多黑啊嘛，是白人来，白人退后面那个印第安人嘛。莫名其妙，你自己取名字，但是台湾这个上面有不同部落互相取名字嘛？我要 identify 你这个人，我才能跟你打架或者要交易嘛？啊，你不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在岛上生存了几万年，为什么要取名字？不需要取名字嘛？没错嘛，所以台湾本来无名，但是我感觉福尔摩沙这名袂歹，哦，听起来好听啊，就是安尼。OK 哈，啊，下一张，哦，毛利人寻根，哇，真多啦，黑东西后来我跟你讲，都在什么考古啦、历史学家。啊，去推论讲，哦，那这么奇妙的事情，他们怎么会跟台湾的原住民提物件，高沙族的人提同款物件？啊，真简单嘛，咱的 DNA 一级的证据出来，这些二三级的证据就相对就 fit into 这个 big picture 嘛，这个大架构底下一个一个就进来。下一张，好，下一张，你看贵给台湾叫什么名？国家地理杂志1920年封面哦 ，Formosa the Beautiful， 美丽的。福尔摩沙，比你告轰炸台湾，哎，你说要照片，我还有天空的照片，还不是地上被炸掉的照片哦。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你告我攻台湾，无啊？哦 ，Formosa 嘛，下一张。啊，这 San Francisco Treaty 上面写的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Pescadores 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发音哈。哦Pescadores 是英文发音哈，来下一个，用 Formosa 嘛，对吧？好，我今麦听我姐讲解故事哈。咱细汉一阵哈，我们打出去，阿丽奈怎样立起下？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谁？透过什么方法？透过妈妈嘛，对不对？没错嘛 ，baby 刚出生，你唯一接触、每天接触、随时接触就是妈妈嘛。你妈妈你巴肚腰嘛，你来起灵嘛，你来秀嘛。啊，你就慢慢建构自己的存在感，因为你发觉过哦，我很重要哦，
因为我那腰一准多人搞起哦，表示讲他尊重我的存在，你的存在感就慢慢建立起来，对不对？我才知道有啊，慢慢爸爸进来，兄弟姐妹进来，你越来越建构你的存在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大，对不对？大家还醒着吗？哈、哦、啊 ，OK， 啊，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就有自信了嘛，对不对？啊，有自信心的人怎样？学习力就强，学习力强的人怎么样？竞争力就强，他 productive， 他会制造、会生产，会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其他人嘛，对不对？啊，如果颠倒过来，这 baby 刚出席的出席一种，把头腰给用耗一种给用，啪，扇吹背，啊不，掉吹背，啊，这是什么状况 ？baby 搞不清楚了 ，confused 了，我、啊、出席都给用了呢，还是怎么回事？他会混淆哦，他的存在感在建立的时候，给用否定哦。对不对？我看看最近去育幼院来，对，经常带那些小朋友玩游戏、吃东西，对不对？啊，总是有一两个小朋友就毕业多啊，他都不爱造出来，看那个狗讲嘛不爱出来，啊，嘴来得继续讲物件哦。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受虐儿，都是出席准给我们领地，要不然被人家遗弃的小孩子，他在建构他存在感的时间点里面被破坏掉了。他就没办法建构，他很没有自信，也没有存在感，也不想学习，以后变成社会的负担，都像那样。你要花很多力气保帮助他走出来。啊，就有台湾人啊！当你在形成功，我是台湾人，啪，给伸出一杯。你中国人，我台湾人 ，Kennedy， 你给我中国人，对不对？以前连台湾这两字都不敢讲嘞，所以才有那条歌嘛，母亲的名叫台湾，对吧？啊，这个名干嘛遐歹听啊？对吧？迄都是你被凌低嘛。台湾人都是受虐儿，恁即摆大家面相拢是有受虐儿倾向嘞，没有自信心嘛，唔敢站出来嘛，唔敢大声甲即阵中国乱难民呛声嘛，伊直直甲压落去嘛，足可怜的呢。咱台湾人真难有欺负甲透底呢，敢知影？你敢知影？连家己的名拢叫袂出来呢？连我是台湾人，唔敢讲呢，是起码在突然之间变到颠倒拜啊呢！哎，中国人要叫我台湾人，笑死人！你又唔是台湾人呢？当时这个名变得这么珍贵，还可以保命，对不？受虐族群比受虐族群更糟糕是什么？你还叫另外一个名字？你明明不是，就不准你讲就算了，还恭喜你是中国人，套另外一个名字给你。台湾人不光是吼受虐，而且什么被鬼附，哦鬼啊去附身啊，哦什么鬼啊，哦中国鬼，现在中国是鬼，这顶南明为什么是鬼？死掉的这种政权不是鬼是什么？死掉了嘛，死掉就是没有身体，你离开你的身体来台湾嘛，台湾不是你的身体嘛，他想借尸还魂没有错啊，还叫做鬼附身嘛，鬼无辛苦嘛，我都享受人间的嘛，啊就是要欺骗台湾人个鬼附身嘛。我的公姐告诉，他在格拉森地区哈，圣经也告诉了哈，有一个格拉森地区，这天然的石灰岩洞就得扩大哈，因为石灰岩地底用解解康，哎，就很方便了，都不用做棺材了，哎，狼细料做那个薄包包的带那来的都啊，所以久而久去，这个地区就变成很有名的坟场啊，坟场多像西洋贼、西洋贼的呀，某回亚贼的呀，某回亚贼的，会有鬼附身的事情出来嘛。啊，这个村子里面就有人被鬼附身啊，很麻烦，一天到晚在吵吵闹闹，所以村子里人用铁链啊给扣起来，啊关起来。啊，亚索一阵来啊，啊不，他又挣脱哦，空无有力，佮招登去坟堆来，对，每天在那吼吼叫叫。啊，耶稣来了，然后一球冲过来讲：“永生上帝的儿子，我跟你什么？我时间也袂够，你即马就来，是要叫我现在就下地狱是不是？”耶稣无甲讲啥，伊讲：“你叫啥名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人讲不出话来呢。啊，结果是啥？伊讲我叫群，一群的群啊。为什么叫群？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啊。鬼替他回答，鬼替伊回答，讲我叫做群啊，要惊死人。耶稣说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啊，鬼不要多，并要两千头猪就全部附在猪身上，猪就冲到海里面，全部淹死。大人们，赶快嘛！你叫啥名？中国人。哦，鬼去附身嘛，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不是被鬼附身是什么？被中国鬼附身啊！拿中国华民国旗就进，要想进联合国，要人家承认你是一个正常人、正常国家，够搞笑。
很惨哦，台湾人很惨哦，被鬼附身。下一张，看耶稣赶鬼，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回答不出自己的名字？下一张。所以呢，现在出来了，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之后，怎么样？站出来，你是什么身份？告诉我，你起码你怎样你的身份了吧？不是啦，大日本帝国台湾人呐、啊，你还有一个王子啊，光台湾人还不是王子呢，翁住啦，是有一个高贵的身份呐、啊，皇民呐、啊，天皇的百姓呐、啊，臣民呐、啊，你也是身份是挂管，毕竟卖几不挂管，他像弟弟，你算哥哥呢，过去是给咱通敌，咱被殖民倒来，嘿，历史就这么妙，把我们翻转过来，咱竟然变他的直系，多有意思啊！哎，历史真的很有趣哦！你可以跨历史，简直不可思议。今天冥冥中，上帝在掌控所有的事情了、啊。贵体让我领地个贵啊呆，基本上居然有翻身的机会，而且一翻就变王子呢。好好的珍惜这个身份，真的，台湾人要珍惜。啊，被抓到最后王子哦，我不会讲台湾人，我不会，他身份高贵哦。但是咱基本上台湾人这个身份哦，但你也轻他、轻差、家亲、恭维、谈吐。阿伯告假，把你跟日本人放在一起的话，输人真济哦。你今晚一起不能胜利而哉哦，让就勒索勒猫各方面哦，尊重人哦。咱台湾人，所以咱台湾人想办法黑性命，咱这代做袂到，好咱下一代做会到。我们要欠钱那么多，好咱的囝受着一流的教育，不仅追上去，而且要当哥哥的水准。才有资格嘛，他认我们是哥哥，但是你哥哥做阿兄都要阿兄来看嘛，那你要想办法经营我们的下一代。过去是不能不到五十年给台湾人变成那么高级的人，咱也不会这样走，对不一样嘛、哦、下一张，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咱现在就是这样，回到原点，回到哪一个原点？1945年，对不对？登基亚嘛，回到那边再重新出发啊。过去这段叫做暂时时间，拿走。下一张，好啦，这场生存战争如何打？我跟你讲哦，印第安人知道他是印第安啊，哪一种人知道哪一种人，那又怎么样？你有观点，你观点被改变又怎么样？拍谁哦？男生有男生女观点，女生有女生观点，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谁的观点重要？不一定哦。下人穷，谁的观点就决定一切，对吧？印第安人也有印第安人观点啊，啊碰到北人面呢，今麦起向蝶通敌，美国人蝶通敌啊。啊、你台湾人相谍通敌，你有观点又怎么样？你知道自己是谁又怎么样啦？所以观点怎么样还不够哦，观点只是做你的心理建设。什么是让台湾人逃跑出来？法律嘛，你不可以跟人家讲说，哎、欸，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什么什么卖过公黑，我是什么宗教卖过公黑，这都不好啦。自古以来想黑都卖公，那没办法让你打这场仗。什么国际法、战争法，回到大家一起遵守的规矩上面就好了。台湾弄得当北台就可以跑出来了、哦、而且又目前为止各国愿意为结束战争而改，才以国际法解决纷争，顺应天命，回到国际法里才是佛摩萨唯一的活路、哦、好，下一个，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再走，好、哦、啊，来回到上一个。这个，哇，时间真的不够，噶不够。来，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5位高官发出逮捕令。这5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将使得江泽民等人走访国外遭到逮捕。中国人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其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哎，西班牙发出通缉令，哎，啊，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不是。不是嘛，小国嘛，都快 bankrupt 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敢对中国这样讲啊？中国又不敢对他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西班牙属于欧盟嘛，你敢惹他吗？不敢嘛。啊，西班牙法律通过的事情，全部欧盟都会遵守嘛。啊，什么叫种族灭绝？你敢怎样？那是过去啦，现在免台啊，改变你就种族灭绝了，叫你接受他的教育就叫种族灭绝了。改变你的牺牲，这都是啊，这都是种族灭绝、啊，让你认为你是中国人就是种族灭绝了。大量把人口移到这里面，跟你拉就是种族灭绝了。
我来讲吼，全世界的人你都可以嫁可以娶，你让贵嫁给非洲的、澳洲的、白人啊，什么人拢会使，都是不要嫁给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对这块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嘛，了解吗？你其他人都可以嫁，但是就是他要吃你嘛，啊，吃你你又跟他。不好意思哦，过去咱台湾人的北部讲啥，卖娶外省人，卖嫁外，只不过外省人咧，卖嫁中国人，卖娶对吗？是安怎？这是一个种族快被灭绝的妈妈能够吼出来最卑微的声音呢。啊，不如你要卖嫁给伊，卖娶伊，好不？是这样子呢。啊，那你个娶个嫁，你都难的，都无台湾人啦，你就没有一个认同的身份的啦。你是谁啊？你谁都不是啊。我跟你讲，不管说哎哈，你可以寻求你的认同。虽然你爸爸妈妈有一方面不是台湾人，但是你要想说我到底认同哪一方，你要做个决定嘛，你迟早要做个决定嘛。啊，顺着台湾人就台湾人嘛，那已经清楚，你不要走错方向嘛。文化那边都踢到一边嘛，你的血统告诉你不是这种人嘛，你再登基回归原点，咱照教宗行落去嘛，了解了吗？我咱等下啊，台湾人够计较啊，就啊大家一起族群融合相处好不好啊？为什么要这样吵吵闹闹拱人？你都根本用加起啊呢？你没有资格讲这句话。中国几十亿人，啊你几千人是别跟人大声声，让青菜和你几一百万人、一百万人进来都来拦掉了，你都没去啊呢？从这世界上消失了呢？你熊猫你还知道培育呢？你讲过熊猫绝种，啊台湾人怎么不培育呢？为什么青菜要把人拦呢？是不是？啊台湾的种你要不要留啊？当然要照着，这就心理建设。下一张，再走。我没有时间走，我要走日本了，直接走到日本。我跟你讲，你们缺的那一块历史，我要给你抓回来了哈。直接走日本好了，时间不够了。啊，你们错过好多、哦。下礼拜哈，我两个小时，可以我让我慢慢讲，你们就上网去看哈。啊，贵姐在台湾，那我要看那个台湾地图。你摘好这个看过哈，下一张。但是有些你没看过，再下一张。那个有三个地图的，有一个台湾在贵姐台湾人啊，没有有一个那个郑成功那个台湾有一个小小的台湾的中间有一个粉红色的，有三张图地图的，再往前走，日本的前面，再往前，对，再走，再往前，哎，去掉了吗？再往上，哎，对对，这个清朝的，对不对？啊，那时候叫明郑时期，明郑时期的势力范围在多少？啊，那里啦，你们知不知道？没人知道，现在图给你看到了哈，明郑时期啦，还叫占台湾，笑死人。我怎么证明？简单的嘛，你的预算多少，每年编内多少人，用花多少人，在哪一个岗哨配多少人，付多少薪水，清清楚楚嘛，没都好小嘛，对不对？就这么大啦。以前的范围，这是荷兰人范围，这是西班牙人大陆王国范围，这会看的哈。所以你的历史都是假的，这样就是另外一个证明嘛，对不对？你的势力范围就那么大，你跟我讲历史都郑成功啊，一大堆明郑的历史写一大堆文字叙述，而且行功这是明郑历史。好，下一张，我们走到日本了。我刚才只是给你们看那个图。好，第一个大日本帝国台湾历代总督，我们待会要看影片，所以好，我念很快。华山智利第一代总督明郑转军政，我你们学过行政管理的哈，你们看看他动作，这就是会统治的做的动作哈。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开始，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复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藩政治，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那时候假阿片哈，要慢慢逐年把它减掉，到最后没有为止哈。教育制度邮便电信，邮便哈，这日文是邮便，那个就是邮政方面还有电信方面，定期航路船飞机。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你在建设一个国家要做的时候花很多钱，大阪银行进出。桂太郎台湾总督临时法院，政治犯公益制度国语学校预备。第三，乃木希典明治。下面就是按照那个图片，乃木希典这桂太郎华山之计都是 名将儿于源太郎那时候的后藤新平是这一张下面都有来啊，接下去缠足废止，来下一张。哦，那时候花多少钱，清清楚楚啦。日本做事情哦，非常仔细。啊，我跟中国人在对话，在 Facebook 对话，笑死。我还讲你讲那种拢无影啊，他后来不敢讲，说啊，难不成你们讲的日本讲的都无影吗？我讲无影啊，我跟你看数字啊，大人熊啊，看数字啊，每年编列多少预算，军事费多少，
建设费多少？1亿2000万。明治28年当时一般关系什么预算，哎，弄爱省哎，帝国议会要通过编列预算才会到台湾做建设之前，不几队都要来。下一步啊，我们现在不看，啊，再走，再走啊，一准哈，有一个就是下面那一批人，其中的几个外公搞不清楚自己，还以为是大清帝国的人哦，想办法对抗日本。啊，日本已经是拥有这块土地，有足够资格来建设台湾，而且金家也走了，还跟他抗议。好，来走走走，再走。19来下一张，看那个黄朝廷，你看他在台湾人1920年都留，这不是留日哦，留欧美哦。哦，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亲戚，所以特别讲，对吧？哦，他留哥伦比亚大学。啊，这个因为一定都有相片啊，这是黄朝廷，讲我是台湾人，我买中国人就是他，一个台湾人还个金灿的之类。啊，美国人想啊，你中国人好，啊，就该做中国人处理啊，款待啊。你怎么是中国人啊？可是他以前受清朝的影响，你想讲我是中国人啊？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啊，你死啊！啊，你这个土地就是中国呀，你大部分上面住的人都中国人，啊，当然是中国呀。了解哈？金海真糟糕啊！但是我们先不管那个，他以前穿的衣服很骚包。你看这法国的这种定制服，哎，那个珠宝哦，起码您在座的女童星都不穿衫，不穿个这么骚包啊！来下一张，1920年台湾人哦，来走哦，这个叫做台大医院那个叫什么？第一任那个杜聪明，哎，这杜聪明以前的照片，骚包哈！来下一张，来，多聪明啊！都是以前毕业的学校，巴黎大学什么大学？哦，有没有？我刚才讲的国马西、哥伦比亚，哦，林献堂有没有？严水龙，哦，来下一张，就是哦，不同的我们总督，历代总督事迹哈，或者是迦南大郡完工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就直接看照片啊。来走，小照片，一张一张照片走。我们系列照片开始。有建设什么？我们一看就知道哈。帝国大学，大学。哎，我们一开始是不是黑白的？从那个清朝的时候那一张。抱歉，台生在弄的时候，我们先讲这个。台生弄好以后，随时切进来哈。你看，铁道建设改良、自由港，那时候基隆港、高雄港弄几本起来之后，然后台湾美术展览会、东部铁道全弄，不光是西部哦，西部的时候，那时候天皇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王储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从北到南就是坐火车哦，这回家来，有没有找到？那个台生，你从我上，还是从我另外一个？哦 ，OK， 那回到他第一张，马介刚来台湾的第一张，啊，这是皇后旅馆哦，1885年的时候来台湾，啊，听说臭虫很多，鬼没被困哎。马介是谁？加拿大人，在普林斯顿念完神学院到台湾来，他的目的就是传教。啊，那时候顺便行医哦。下一张啊，台湾人一尊，台湾吹气，牙齿很糟糕。台湾人我都讲，平均寿命35岁，上到国会的戏啊，平均寿命非常低哦，就可怜啊，因为沼泽啊，瘴气。下一张，来走哦，大家来的偶然家呢哈，啊一尊假崩都要去翘卡翘在医疗啊顶管那个。来下一张哦，台湾人一款哈啊，这主日学啊，告黑上主日学。下一张。哦，马盖盖下来，那一只那个邦哥，哎，提高的一个茅草屋。下一张，来下一张，较早拢起城，哎，中国人来着啊，起城起庙抽税贪污，都是安尼尔。哦，没有建设什么，就是起城起庙。来下一张，你有建设的话，我们从数字上看得到，你把预算讲出来嘛。哦，下一张再走，看惊死啊！下一张再走，较早淡水啦哈。来下一张，哦，过去的台湾1800多少年，来再来再走，再讲，在干嘛？你阿嬷对吧？对吧？得买槟榔啦，槟榔西施啊，所以不用进槟榔，你就照这些槟榔西施，不要找漂亮的女生去卖，好不好？切贵的几罐嘞哈，槟榔就卖不出去了，就解决了哈、哦，不会有口腔癌这种事情。下一张，西乡从道来台湾的啊。牡丹社事件，来下一张，
你们就上网打牡丹社事件、西厢重蹈这些东西。以前，哎，当年国刷作为这样出草砍头啊，来下一张啊，各赶工北塞啊，那是北川恭亲王来台湾的时候，下一张从那个奥迪进来的啊，你看那时候被收服了哈、哦，日本军队在前面啊，高沙组的那个酋长在前面哈、哦，啊，其他拿什么一根一根上面穿什么，都是人头、哦。这上面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哦，用狼头啦。下一张，哎，这是他们的节庆哈、哦，大家在庆祝跳舞，有没有？有小朋友在看热闹，他们在跳舞。你看他手上拿什么？人头，对，拿人头在庆祝，害狼头啦，惊死。下一张，啊、哦，那时候顺藩愿意改变过来接受大日本帝国统治的，教你怎么使用武器啊、哦，都最精良的哦。下一张。哦，以前多漂亮！我们高沙族的女生们就素颜哈，就卡哇伊。来下一张，1920年，啊，你看那种头目哦，头目的卡诶，头前弄几粒，每一个人下面都一颗什么人头，那种狼头啦。那阵兵部做去用台，差不多3600多颗，啊，日本人贵啊，嘛贵啊十粒。下一张，哇，你看细辛苦拢唔敢乌白来呢，一定要有警卫呢，要不然就被砍头啦。下一张。哦，那这个时候那时候高沙族有一些不顺的哦，就跑到那个学校的校庆的时候进去里面杀人，全部都杀。啊，这群小孩子是因为那时候躲在日本老师把他藏在粪坑里面，啊，等到事情结束以后出来生还者。啊，其他照片太残忍了，我就不放哦，就放这张照片。好，下一张。哦，然后他们接受教育哦，来再走，走快一点哦，接受教育再走。来第八飞行连队，再走，我们要放影片了。那时候小朋友画画，你看我可以找到1920几年的时候，他小朋友台湾的妮娜维用蜡笔在画画。下一张，第八飞行学校，走，飞机走。哎，那时候马来西亚我们攻进日本，进了马尼拉庆祝，带把台北市的小朋友来。下一张，园游会。下一张，那时候这里哪里？工会堂啊，他们。青菜港后面还有个中山堂、工会堂，工会堂是台北市市民每个人捐1块钱把它盖起来的哈。下一张，好、哦，公卖局。下一张，日本时代，我现在看日本温泉哈、哦，北投。现在走，再走。好、哦，这里是哪里？啊，哪里？不是总统府，这台大医院，台大医院。来，再走。啊，军乐队，对，再走。三仙路、三转楼，你知道什么叫三转楼？有快车道，有慢车道，中间有那个树，日本时代弄的，非常好哈、哦，非常高级的那个都市计划里面，三线道、三转楼有这种歌嘛，台记得唱这嘛，三转楼给谁救灾？来下一张，来这下，哎、欸，日本赛华山小学对抗南门国小的比赛结束以后照相，上用那个手机去讲镜头。那是流亡难民在做的事情。那日本时代一定是棒球队到处都是，而且国小棒球队到处打来打去。Kano 就是这样子啊。那时候 Kano 你以为高中生才开始打棒球？没有，小学就开始了啦。而且你看，有学校的队服、帽子，每一个人都有手套、棒球球、队旗、教练、经理都有诶，迄规套诶呢。啊，过去都咧无互你看这篇，想讲台湾人真如何错。我们是世界一流，那时候还万国博览会，非常来再往前看，你看这是什么？台北市公车啦，黑竹已经公车在跑了啦，而且大家都排队规规矩矩，没有什么轻松容易的。来下一张，来再走，台北车站的前身的前身，台北神社啊、哦，来再走，草山旅馆，看在什么建中的学生呢、啊？建中的学生这么臭屁，你看每个帝国的高中啦，不减。塔克高中，哎、欸，再来就是军官了啊！啊，建中的学生，来下一张，都要学剑道、柔道都要了啊！再的下一张，哎、欸，哦，这是哪里？欧洲吗？不是，博物馆啊，台北博物馆啊，馆前路走到下面那个就是了，盖得好漂亮啊！来下一张，没错，这是哪里？荣丁就是衡阳路那附近啊，来下一张，上面都有写哦，它上面都有写台湾总督府，来上空，来再走，下一张，
哎，这不是现在的照片呢，那是那时候的照片，就是这样子的。好，下一张。我跟你讲，这是 Life Magazine 美国生活杂志上面，稍微放大一点，生活杂志上台北车站附近，哎，看起来像欧洲，每个人穿衣服都好高级哦，请 A O 吧，那种大衣，你看，台北车站附近啊，啊，你看台北站，台北市现在被毁到像什么样子？这个像欧洲哎，下一张，哦，台北桥，有那些马英九拆掉的就是这个桥啊，古迹耶，啊，今晚我们在被坑一朵嘞。可恶啊！以后再装回去。下一张，来，公园，那个几百公园，在美新公园，日本人那时候就有了啊，已经规划好了，不是后来才规划啊。来，这种台北车站后来的，也就是现在拆掉前一个，就这个。刚才那个是第一个，来，再走，这第二次的台北车站啊，啊，这是横那个迪化街那边的，来，再走。哎，这是什么？台北公会堂里面办的什么？国标舞比赛，1920年、30几年，迄阵的台湾青咖，你看穿衣服穿这样子，哎，哎，熟人点点没？我在讲你阿公阿妈阿祖啦，应该阿妈阿哥，你们应该找过，因为是193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50、60岁的人在跳舞，不是30、40岁跳国标舞，哎，一个日本老师来台湾发表，哇，国标舞哦，国标舞哦，来下一张，来下一张，哦。来，再下一张，城赏，台北的一个城赏，这是什么？铁路局的旅馆，铁道局旅馆。好，下一张，我们看影片好了啦。我在公来公告档期，来放影片，影片准备好没有？影片没有的时候，我们先往前走好不好？台身，照片先往前走。你找到影片的时候播。哦 ，OK， 好。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有一个专门就是从台北的那个，不是这个，不是单独的分开来，不是，都不是。来拍谁？你们先，你先放照片，一张一张的放，然后我来跟后面跟你找一下。有一个影，来日本。这个，电灯可以关起来。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て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およ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17日、明治28年6月17号哈，那时候治理了40几年的陈国展哈。台北游行哈，你看台湾人一尊形象，日本和服嘛，对不对？哦。以前被清朝当作化外荒原，哈，化外之民。你看高中的女生穿制服走在街上多漂亮，你看，整齐划一。都市の氾濫を鎮定し、産業の指導奨励、鉄道、港湾、交通の建設改修、中心事業、跟清朝那时候差多少？治水灌溉事業、地盤事業、教育、这样才叫帝国。地方制度改革に、軍事に各藩の事業は着々整備し、その成果を上げ、次に今日のごとく全く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核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那时候有一视同仁，到最后台湾人就规划成日本人，哦，就开始通婚，哦，现代化台那时候就有夜景，哦，台北市的夜景。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は元台北桥、漫画、大道亭の三、明治44年8月、未曾の台風襲来によって。他们利用台风把所有以前旧的清朝盖的房子全部把它重建，重新都市规划啊。
东门是他们保留下来的，没有毁掉。三线路都市计划有地下水道，地下水道雨水跟废弃物的排水道是分开的，污水下水道分开。金马镇在这后北村，你记得路灯也是重点，路灯表示什么？全部有电气化，电线通到每个地方，每一家有电，有自来水。那时候叫州长，台北分了几个，台湾分了几个州，州长，台北州州长。台大医院那时候的 KIA 啊，国政总局右边是台电的那个总局，那时候台湾发电了，已经非常到处供应电力哈。你会有骄傲的荣誉感哈。台湾从一个落后的清朝统治的下面变成这样。他们盖建设的，哎。在几十年里面盖出来的帝国才可以做这种事情。你们过去教育里面没有这一块哈，现在给你们看，而且影片让你看。现在介绍台北市总统府以北，那时候已经起大楼了哈，二几年、三几年。你看那时候的小姐穿旗袍走在路上哈，那时候 mix culture 哈。你看台北市公车开始跑了，有穿日本和服，有多种文化在那边重叠哈。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人車分道、啊、为蘭州会、清清楚楚、啊、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丁阿卡、那时候就从、幅2軒の軒下には、3.636 公尺。它数字小到小数位、第三个位数就不得了了、啊、铁路局旅馆、啊、铁道局旅馆。你看坐火车，你看那上面小姐穿的衣服真的很时髦啊，用的布料。哦，有这种计程车，那时候有 taxi， 也有人力车，也有公车，不同系统、啊。对啊，所以有该万博博览会，待会你再看，还有更多。好，这就是讲中，他后来叫中山，其实叫做明治桥哈，到后来就是神社，台北神社，它叫表参道，中山北路叫表参道哈，几条通几条通就这样算上去哈。台湾神社。台北公会堂，我看公会灯，你看博物馆，一群人呢，请安呢，就睡在公园里面走啊，淘金去博物馆。哎、欸，只有帝国才会盖博物馆啊，博物馆不简单呢。你弄 museum 这种植物园哦，这么早大家都吓一跳，你真的。我知啊，但是你有国民党教育的时候是他们建设的，他们不是日本人做的，他们只有破坏的份啊。他在台湾的时候，我待会不光是台北哦，我每一个地方都去哦。日本的建设是全台湾的、哦、东南西北全部来的。都要丢掉 ，OK。他现在做一个对照组、哦、就是他原来清朝在统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区域，都要丢掉，还有一个。没有什么改变的，你待会看。它、啊、跟新颖的台北是怎么样？就是庙嘛，我刚刚就是庙。中国人去对啊，就是去庙去神啊，就是那样。啊，你待会看你就知道，那个真的差距太大了。一种宗教给你统，你看把卡你看，我拿嘛把卡啦，哦。
你看，啊，您看到这是足欢喜的哦，唔通啦，这唔是咱的文化啦。你看，迄个中国人一个支那人的样子，看得出来吗？啊，对，乱吵吵啊！你请工这叫老子，这不是啦。哦，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啊。哦，台北桥建设干净、整齐划一哦。北投温泉，他那时候已经建了。你现在温泉去北投去看，又有一个博物馆，日本人时代、日本时代去的哦。也未使讲日本时代之久的嘛，改啊，自头到尾拢日本大日本帝国。高尔夫球场哦，淡水高尔夫球场哦，我即马在讲日本时代就高尔夫球场拍高尔夫啊嘞。真正是支那难民嘞，真正无会水准，那你看我看绝对看无这些创啥。你看打高尔夫的新竹 ，OK，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往南走啊、哦。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中心地来不？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没有，没有新竹来。新築中の首都セル農産物は。日本来一直呢吼，对台湾每个地方呢，那台湾每节所在特产，包括澎湖。那我做很深入的研究哦，才会鼓励当地种什么东西，不是我被冲。但你看茶叶，一开始前面是这样，你看它后来怎么包装，全部机械化、自动化。你待会看。另外，一直就已经全部在机械化制造了。你看生产线，每个干干净净，头发都包得干干净净。没有在欧美厂啊，我那边在控制在台湾哦，很先进啊。日东红茶，台中哦，一阵车站对吧？中部台湾的首都台中市，一直哦号称是台湾的小京都哦，很漂亮。你看看，哇塞耶，很漂亮又干净又漂亮。我记得叫你们看路灯，对不对？你去看多少路灯，整个这样看过去是很漂亮一条街，绿川柳川，今嘛变做下面一块嘞，去给台中拢栽啦，拢没啦，啊彰化银行啦，对呀，台湾的京都之称，你看。你们真的会叹气，我跟你讲，台湾人这种病啊病啊的，真的会叹气。台中州厅哈，那怕牙是另外一个样子。台中州知事，台中州，台中公园那时候就这么漂亮，那不是后来创的啦。起码都唔在那。拆到差不多啊，烂康康。是啊，本来就是安尼啊。那连要拆就太可恶了。那是古迹啊。那时候还会利用日月潭发电，供应全台湾。你看看，台湾用大量的电力，电力也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象征哦。怎么发电？你看，24万千瓦的电力供应全台，工业台湾的原动力。你看看，那图都跟你画，那怎么供应？现在那高压电线都那时候就弄好了。台电不是中华民国搞出来的，是日本人的日产，全部都是日本弄出来。台南，台南，你看看。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煙気圧で植物混沌として整わない時代からすでに地図の勘を備えていたものでオランダ人の渡来低成功の領代你看龟战老一直去龟战老路灯龟战老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层楼啊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また文学商業文化の輸入は全て是没有几步就一个路灯不是远远的再来一个路灯本島第二の
師と言われている海南市は梅山鉄道の不是点蜡烛的路灯哈。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前日植林。温喜台就无了啦，那时候全岛都通了，所有全岛铁路都通了。那时候连伐木这个事业都做得很大，你待会看，大概是亚洲最大的有关于木材的集散。日本不光是砍木头，他还建造森林，以后都有那时候的记录，砍多少根，从建多少根都清清楚楚。嘎吉，一阵的嘎吉一点也是路灯到处都是，你看看，街道很漂亮啊，嘉义啊，仅次于台南的都市啊，西高山阿里山的登山口。欸，我这影片哈还有差不多五分钟哈，你们要不要看完再吃饭？还是要先吃饭？好啦，先给你们借时间把它看完，真的很不错。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砂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哦，用砂糖还可以做酒精哦，你待会看。まだ幼稚なものであったが、総督時代に総督府の手で奨励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那时候工厂建设跟现在差不多了。一整一根钢筋起安尼啊！しかしこの間、政党復帰者の努力は真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世界における台湾陶業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那时候人穿的衣服哈。そうして我が国陶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わ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其实一流的人哦，那时候砂糖很重要。文明人请尽量享受砂糖。你看那时候都机械化哈，农耕机械化哈。日本時代就是機械化。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这不是最近的影片哦，是1930年、40年的影片哦。生花、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機械化啊。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一人当たり13キロ。日本の砂糖。有照片。影片为证。这不好，你青菜后边乱讲的哈。而且他们注重数字、哦、一个人消费多少糖多少那个。比起内地的百姓，台湾的农夫的情况令人羡慕，有赚头。他坦然。政党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絞りかすすなわちバカスはそのまま一部分的那个甘蔗粕哦，去做抓哦，也有制纸业，也是从这边出来。蜜糖制造酒精啊。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禁止ますます。你看那时候人穿的衣服，在工厂里面穿的衣服。这当然是直接劳力的哈、哦，但是你待会看做研究。在工厂里面做研究、哦、他们很注重 research。工業試験所では官所から摂取するアルコールの純粋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ごとに、かようにして苦心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糖业试验所、还有就有实验所的。你看这个人穿什么衣服？你看他戴的金工表，戴这个跟金麦郎差不多呢，穿个歪虾子啊呢。做研究啊，那穿白色的那个研究实验的衣服啊，无伫咧凊彩穿茶夹，唔是一般的。江南大郡啊，孤山头水，珊瑚潭蓄水池。
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言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台南州が台南州内150,000余甲的水源給水しております。请假理由：干线26公里，支线281公里。この台州が竣工して以来、米干所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三年輪作がこの給水事業の特徴であります。啊，到高雄啊！你看他们高雄港是怎么样运输东西哦？高雄太靠。高高，日语、日本語，高高，高高。啊，你看看怎么运东西的。那时候已经这样子运输哦。火车已经通到那边，然后直接去吊车。掉到船上去的。海岸線の屈曲極めて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北にキールム、南に高尾の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その一つの南方の高尾港は、台湾南部の物産、砂糖、米、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港であり、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苦力是叫中国人吼，台湾人无得叫苦力，哎，无得中国人叫苦力。我们以后哦，对台湾人的不同的行业都要尊重哦，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没有高下之分，劳力就是劳力，你用各种方法，劳力也是一种劳力，对。我讲医生的，医生的盖高胸啊，做土的无，不是安尼哈。沿路沿海的工厂，你去东京外面外围看也差不多这种感觉。哎，这很像在日本哎，结果这得高雄哎，像不像？你看，哎，请他，你看，你会搞不清楚，哎，这是日本还是在台湾？哎，那时候有高级游轮哦，神户港出来三昼夜到台北哦，到基隆到高雄。10,000吨级的优秀船是6艘，固定航班造。豪华版航路。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行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大型游轮哈，固定航班可以造。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主従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那时候还固定的航班哦，飞机哦，回来台湾。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啊，那个是电信，地下海底有拉电缆，直接跟日本本岛内地拉电缆，地下电缆哦，一个通信。速度非常快，有拉到海底哦，地下电缆。飞机的班机，固定班机。你看，多少包啊？穿这样的衣服，台北飞行场。哦，阿希准的高沙族没有弱过他哦，也是很重要哦。有大学，有专科毕业生，又当警察的哦，还有老师的。无意中称他们犯人，他们会生气哦。我们也是日本人，不要叫我叫犯人。OK， 我们今天看到这边。各位同心好，各位好，我靠，我当用餐了。然后请新竹州吴胜梅小姐，请在饭后6:30的时候至报道处对面拍识别证，谢谢。然后已经有拍好下午有拍识别证的同心可以到这里来拿，谢谢。